哇，今天大家都非常帅气，对不对？我们先鼓掌一下，我们先拍照，先拍照啊！才刚走上台，新戏角色魂搞笑上升，陈雅兰、王彩华新作品饰演结怨多年的死对头，却因为儿女婚事被迫成为亲家。老公，拍照还可以吗？太辣了！终于等到14号首映，演员卡司全数到齐，最新释出的片花中，演员们可说是不顾形象。感受到，其实我刚刚不大敢上来呀、啊。为什么？说什么说什么了？因为我平常演皇帝都端着演，我自己看到我演这样，我有觉得我很傻开来演，很犀利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是不是破坏形象啊？哈，是不是怎样都无所谓的，我觉得开心就好。剧组透露，自9月开镜以来，因为每周要播出5天，拍摄工作几乎满档，氛围却很融洽。尤其又巧遇陈雅兰10月底在金钟奖夺下视帝的消息，对团队无非是喜上加喜。其实这个雅兰姐在拍，在得最佳男主角之前就接了这部戏，所以她也是求好心切。因为有她的加入，让这个戏真的丰富了很多，整个感觉起来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剧中另一大亮点则是周韶安周韶涵共组 CP， 虽然不是第一次为戏披白纱，但仍未婚的周韶涵说，拍戏过程也会投射自己对婚姻的想象。戏中会觉得，哎呦天哪，以后该不会结婚，妈妈跟婆婆处不好，我会这么痛苦啊，就真的会有点怕怕的。筹备已久，终于要和粉丝见面，期待这出年末大戏，话题口碑双重加持下，收视开红盘。特别宣布华灯城项目剧，曾小组台北采访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